来了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底线底线，发酵素，你已经被我看到了，自动阵容啊，嘴遁攻击了，3、2、1，开始，阿昌，阿昌啊，你要记得左上角你的大概10点钟方向。OK。有个蓝色的板子有没有？看到了。那你很容易就出现敌人。好。啊，看到我了。你要不要上去？我有助理。好。哦哟！中路后面打到一个。下路底线一个 P90 下路底线哦，下路底线 P90，掩护掩护，应该在发酵室里面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小心小心。小杨，底线底线，发酵室你已经被我看到了，自动阵容啊。我先来了，嘴遁攻击，那底线底线一个，还是我去下路？那个死的，下路那个。哦，所以应该是上路有一个人，在竹林里面。好。没事。走。哇，老板，嘴遁攻击。